来，再次挑战。你要是能把这杯子里的水，在不动杯子的情况下移到这里面来，我就把这个杯子给吃了。你要做不到的话，就把我那100块钱还给我。这是你说的。嗯，行。你以为做什么事情都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吗？啊，你要是不服你。哎呦，那你什么时候表演吃杯子呀？我好卖门票。来，再次挑战，你能把这个纸巾放到水里而纸巾不会湿吗？我能做到又怎样？哼，你要能做到我把它给吃了。才不信你呢，上次说吃杯子也没吃，这么多人都等着呢。你这次要能做到我真吃。行，那就用你刚买的这个纸巾。这可是我在抖音商城618好物节入手的，各种实用新奇好物补贴力度大到离谱，很多大牌价格直接拦腰砍。点评论区或左滑进商城，全场满150减25，满减再叠券，满300减80，快冲！怎么还整个杯子呀？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啊！你看是不是没有吃？有人。是不是该表演吃纸了？这么多人都看着呢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么喝点水，这个东西肯定很噎人吧？哎呦我的妈！来，再次挑战，你要是能把这个杯子倒过来，而且里面的水不会洒，我就请你去吃大餐。你要是做不到的话，把我那些钱还给我。条件不诱人，你要是能做到，我再叫你一声琪姐。那但是你要是做不到的话，你得再给我添200。行，诱人。那我买新手纸了。啊，这是我跟着抖音618金榜买的。现在抖音618好物节活动力度大，价格比平时划算了小一半，而且里面的货品都是经过平台严选排名，品质有保障。赶紧点评论区链接或左滑进商城，搜索纸巾热卖金榜 ，get 我的好物清单吧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件事情它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。还盖个手指。走吧，老妹，咱们去吃大餐吧。哎呦我的妈！手不能碰杯子，杯子不能动。你要是能把这个球拿上来，我再给你100。我这几天挣你的钱挣的太多了，都不好意思了。要不然这样，如果我能拿出来，你按我要求串手学猫叫。行啊，但是你要拿不出来的话，你得把我那些钱还给我。行。再怎么看他也不可能完成，喝个牛奶补补脑吧。什么时候买的牛奶？这是我在抖音商城超市购上入的，便宜了大几十。现在618好物节活动力度很大，满减叠券，满300减80，大牌直降5折起。现在点评论区或左滑进商城点超值购，搜想要的东西省不少呢。再怎么看他也是不可能。牵手熊猫叫吧。你别笑。声音太小了，大家听不见。我们一起学猫叫。声音太粗了，你得发嗲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发个叫，行了吧？妈妈，杯子倒立，你能让盆子里的水吸进来吗？吸到这个杯子里啊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能做到。你别吹了，你要是能做到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那你说三遍，你上来几个一年级行吗？行，你根本就做不到。吃个大白兔奶糖，等着看你出洋相。在哪里买的奶糖？这是我在抖音商城买的呀。618刷抖音，左滑进商城，进入品牌馆，点大牌试用，大牌好物9.99起，包邮式。帮我点着。不是，怎么还点蜡烛呀？你这是干啥呀？看好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说三遍，你上来几个一年级吧。哎呀，佳琪，你这样的话就有点欺人太甚了。视频都拍着呢，你不能在这么多人面前食言吧？有人。
我上了五个一年级，我上了五个一年级，我上了五个一年级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的手不能碰到杯子，也不能碰到这个吸管。你要是能把这杯子的水移到这个杯子里来，我再给你200。我是真佩服你这屡败屡战的精神。我对钱不感兴趣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能做到你承认比我笨就行。行，但是你做不到的话，把我那几百还给我。行。有人。认输吧，我刚刚已经帮你试过好多遍了，这个根本就不可能。你怎么做到的？你别笑，现在承认比我笨了吧。我这两天的脑子确实是不大好使。你知道这是为啥吗？为啥？让你把你名字的鱼字头给去掉，你不听。什么脑子也经不起天天淋雨呀。来，再次挑战，球放到瓶口上，把瓶子倒过来，球不能掉。你要是能做到，我把这个球给吃了。做不到，把我那些钱还给我。我能做到，你真吃呀？啊，因为你根本就做不到呀。我看看。我都研究了一上午了，这根本就不可能。别在这费劲了。这个巧克力吧，在哪儿买的巧克力？这是我在抖音商城买的。不好意思，又让你们破产了。618期间，抖音商城推出低价秒杀频道，在爆款秒杀专区，每天都有机会1元抢好货，全场商品低至5折起，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用的应有尽有，也不用你拼单砍价，一件就是秒杀价，买到就是赚到，赶紧左滑进抖音商城秒杀频道抢购吧。我劝你还是直接认输吧，这是浪费时间还出洋相。你给我倒上水。倒水干啥呀？你给我倒水啊。行啊，你看着点哈。可以了。你说你倒水他不更傻吗？这智商也不知道是随谁了。射球吧。这个球是真不好吃。没事，你要是真觉得这个球不好吃的话，那就不吃了。那就给你红烧一下。妈妈你看，这里有两个杯子，我把水倒进去。你信不信我那这个水瞬间消失？我不信。你把水都倒进去了，它怎么可能消失呢？这个水会长腿跑呀。那我要是做到了怎么办？你要是做到的话，我把这个杯子给吃了。那你看好了。我不错眼珠的看着。我把这个水杯扣上去。嗯。啊，它俩掉个个。现在水在哪里？水在下面呀，还水在哪里？那上面这个杯子没用了。没用了呀。我把它拿走。嗯。这是你的手机对不对？对呀。看着点。嗯。哎。有人。水呢？水跑哪去了呀？你先别管水了，先把这个杯子给吃了吧。这个杯子是真不好吃。早给你准备好了。你蘸着酱油吃吧。妈妈，这里有四根火柴，上面这根不能动，把下面这根拿出来，你能做到吗？把下面这一根拿出来，上面这一根还不能动，你别说我做不到了，谁他也不可能做到。我能做到。牛都让你吹上天了，你要是能做到，今天我请你下馆子。你可拉倒吧，上回就说请我吃了一半你就跑了，还是弄的我的压岁钱呢。这次我肯定不会跑了。那你看好。给你打火机。干啥呀？把这个点燃。这是干啥？干啥呀？走下馆子去。不是，你这是干啥？我怕你又跑了。来，再次挑战，我就不信我难不了你。手不能碰球，你要是能把这个杯子里的球移到这个杯子里来，这100就是你的。做不到，还是得把之前那些钱还给我。你发工资了呀？嗯。
这点钱你自己留着吧，一会儿钱没了又得哭。哭不了，因为手不碰球根本就不可能做到。你自己研究吧，我去拆快递。我在抖音商城超市购入主的康师傅泡面，泡面五包券我才2块多。最近在抖音商城超市购有很多大力度福利补贴，专属通道我放评论区置顶了，或左滑进抖音商城点超市购频道，好逛还省不少，大牌正品5折起。你还研究呢啊？认输吧。来，刚刚那一把是我大意了，是我没表达清楚。你只能移动这个杯子，这个杯子不能动。你要是能把这个球移到这个杯子里来，我再给你100，我就不信你能做到。你以为做什么事情都像你想的那么容易吗？脑瓜子就是嗡嗡的。来，再次挑战。你要是能把这个球沉到水底，我就给你100。你要做不到，把前两天忽悠我那300还给我。这挑战太小儿科了。你是不敢挑战了吗？那我要是做到了的话，我不要钱了。嗯，你给我表演个无表情吃柠檬吧。行。你根本就做不到。吃个辣条，等着看你怎么翻车。你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是乌龙辣条6包到手才6.9，是我在抖音商城买的。我还囤了平时吃的喝的可口可乐和老爹手巴子，可划算了。向左滑逛抖音商城进秒杀频道，全网极致低价的经典好物都在这里，吃的喝的用的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全款拿下，还有35的优惠券领不停，每天限时抢购，直达会场的链接放在评论区的第一条。这官方给的羊毛福利我只告诉我的粉丝们。你拿杯子干什么呀？啊，你这样在倒水啊？那一样能浮出来，我都研究2个小时了。人啊，不能总是拿自己的智商去衡量别人。有道理。那你有本事把这个球再给他扶上来。我炸！扶了吧，看是你的表演。Later。看你这表情不酸吗？不酸呀，很甜。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